今天过来讨黄瓜，哇，这种还可以。这种包括还没的话没搞在的呢。那要开铺。开铺了。你拿回去吃嘛，这种。还掉一条呢，那条，还掉一条。啊，那条不是快掉了，烂了那不是。你那个，找这个呀？你慢慢的，这动作可以，这种。好多，哎，这条吃生黄瓜可以，好嫩了，你花花都还没洗，哎呀，嫩得很，水果黄瓜，哇，黄瓜10公斤米的就在这个，哦，我以为就那个，哎呀，漂亮得很，籽都还有，就嫩得很。对，吃两根。嗯，好的。够了。这儿腌了，这儿回去了。我都大不好，我经常都在城里钓跑。哦。到时候我吃鱼下来嘛，多很多害怕吃不完，它要起壳儿，到时候要空心就不安逸了。嗯。哎，实际这儿还得多的嘛。我们也进来。哦，都还得多。哎呀，你都实际这儿没得进的。你不要看到它咕叽咕叽的，但是它没得筋的，照样的跑回来很。包谷现在已经上市了，多得不得了。在那边去转一圈，因为市集那儿卖过了哈，我们就开始卖包谷了。都是点的是杂包谷，这个包谷全部是白的糯米包谷，相当的巴适。第一批包谷你看嘛，都卖了，但是还得有没有卖完的，我们马上第二批包谷又出来了。十几点都八十了，你看这些都扯了。山里人明天他们要这些十几点都要扯了，而且这有些掏肉肉的还要多得很。我明天打算过来清，清点回去吃，清的你都吃不完，到时候你吃了好多嘛。你看这种都还好多吧？这种就不要了。哎呀，这种拿来下油锅，八十铲了，他们都不要。不搬不搬，我山里来就喊我搬了，就是懒得白扯。你不搬些还不叫你？不搬谁？这个没得，哎呦，但这个，哦，你搬这个跟那个，不搬这里，我们有菜，这光是鸡肉，你我光是要搬来吃哦。不是搬吃了是吧？哎，这个虫吃的烂，这种没打过鱼哦，这菜。嗯，这包谷都熟了。这是啥？哦，这包谷都快了的嘛？哎，你这个包谷是那种干一干的噶？哎呀，这个种得干叶，起风都不得倒。哦，难怪啊。哦。那么要种了又好果。就又好挂，我那包谷还。其实是打长藤藤节了也蛮用的，要长果果儿。啊。这包谷都快了。果子是可以了。那开始。你看那脚头嘛，就那烂就是搬的脚头。要的，哦哟，这种还是要不少哦。你这个那儿那个还要做更多。哦。还有长长的还得让我弄参加，那会儿你过来，你看你看白菜的。哦。我又是鱼肉包谷了。哦。这个种子就不一样，这个它就是高干的，你看这个必须得开始干了，等不到好久就吃得了这个包谷。三哥，你不帮我了，就是我就对着咱这一箱是的，我这一箱。哎呀，跟白菜在讲，我以为鸡还要得喂啊，咋窝儿那些？啊。哦哟。这三箱是的，是我的。就是你那个。一箱两箱三箱。三哥。啊有些都干死了噶，这个十几点你看，这种拿来下油锅泡油锅，这种是那种红花十几点，你看这种矮得很，掏八楼都安逸看的。这几十几点干沾沾扯了哈，就不种东西了，因为这五六月间要涨河水，要这五六月间的河水涨过了，然后才开始种青菜，下一季就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为啥你那个菜的地方的菜要早点呢？因为早一点哈，那在市场上就价格要高点儿。还有个，我们要根据这个
天气气候来的，因为这个河边上它每年只到了那个雨季嘛，它河水就涨起来，涨起来了就没得收的，你摘得太迟了，到时候河水来了你蔬菜还没收那就不得行，就是那样的。哇，这边还有好多石鸡蛋，我苗收他们的，他们不要了，直接弄在这地下。哎呀，这种可惜了，明天我就要过来捡这个东西。第二种石鸡蛋完全可以吃噻，这个没得筋的是五斤石鸡蛋，相当的薄。哦哟，这个你起码还要掏半斤。哎呀，过去了，都不密密麻的噻。哎呀，这种啊，你看这坨，全部不要了，这种来泡密密麻都安逸得很噻。你还得有好多事。还有好多事你的喽。哎呀，我的地太稀奇。种子的地方就不稀奇。我表嫂，哎，我没跟他熟，喊他，就是喊他吃的时候喊我嘛，喊我来轻点喽。这河边上就害怕涨水，天气预报的时候这后半个月有两次降雨嘛，就害怕涨大水，到时候那个河水涨起来，这些全部要遭淹，到时候这些菜些全部就没得了。前次我山地摘的包谷就是遭河水淹了的，后来一批都没卖到钱。我山地时候过两年拿不住了，喊我来做，把哪里种菜的全部拿给我做，我总觉得还是要的。这个是月木草，看到市场面熟哈，多得很。哦，等到涨水涨潮了，我来挖低潮的鱼。啥的时候像那个，迷糊片的我，涨水了就是看着看着就来了。但你好好就没来，就得给你按。哦哟。